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三只游客中心。哇，一早就蓝天白云了，出太阳了。刚刚一早就很多人在这里运动，现在大概6点多。这里是三只的游客中心的停车场，然后这边有好几个停车格。昨天晚上来就是我们一车包场啊，还算是蛮安静的，只是风有点大就是。看这边标志是有公厕的，漂亮，这就叫什么鸟语花香啊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一个用听的 YouTube 新闻频道，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六准时放送，在 YouTube、 Spotify、 KKBOX、 Apple Podcast、 Google Podcast 也可以同步收听高音质节目哦。树也真的压得真低了，哎，真的是来电，是应该是给电动车充电。对呀，之前厕所看起来应该是从这里进去啊，不过现在门关起来了，而且这里面看起来好像在整修的状态。看到有一些住家，哇！你看背后的山，看这边在整修中。自己的整修，还看得到月亮，你看得到吗？这一间是看不出来是做什么，不知道好像在排水。那洗衫裤啦吼，这是一个早期的款农村的文化啊，早期没有洗衣机嘛，都是在产品啊，就讲西边这样洗，所以就自然而然的保存现在这个水茶库啦这个文化。然后这是一片竹林，这里好像是有在，但现在都还没开啊。如果开始营业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些市集的，像在卖红豆饼、石花洞、汤圆。圆心居位于三支游客中心正后方，是李登辉十岁前的故居，吸引游客前来驻足参观。主体建筑为传统式闽南三合院建筑，黑瓦砖墙，保存完好，古朴典雅，四周老榕成荫。坐在树下时以上欣赏百年古厝，颇有思古之幽情。然后我们泊的点是叫做三支游客中心及名人文物馆。看一下平面配置图，诶，我们应该是停在这边，我们停在这边，然后刚刚是走这边过来。本来这边应该有路可以进来这边厕所，或者是等一下等这个文物馆开了，也许可以从里面过来。
这边也有停车格。那我们现在在这边。这是一个生态水池。迎风摇曳，过去早年打水的设施，是儿童游戏场。对，这也是游客中心，现在还没开。阳光啊，我们停的地方，嘿，现在刚好都是阴影，这线都没有进账。嘿。早安呢，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叫做虹桥民宿的地方，也是从三芝游客中心，这边是停车场，往外走，要过马路到对面去。Hello， 停在这里的好处除了它游客中心的里面可以散步之外，其实游客中心的对面过马路过来之后，这边也有可以散步的地方，也带大家去走走吧。它的全名叫做三芝游客中心及名人文物馆。因为李登辉总统是三芝人。基本上能够出总统，早年就很像能够出皇帝一样，能够出皇帝，这个地方就是对不对？龙穴。常说哦，这个龙脉，好像听起来好像很玄。其实人和地质之间最灵魂相接的那个，就是我们讲的龙脉。而且我们觉得气场非常的。就从这里下去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土地公庙。土地公庙的下面有一个公厕。你看它这边的那个树的根很奇怪，对不对？都会长一个一个那个凸出来的东西，那个不知道是什么。你看它这边也有，可是。对，这边有住户，他种很多香蕉，还是芭蕉。这边也有，可以 ，Hello， 龙眼，还有是芭蕉的东西。先往这边走走看好了。这边是一间民宿，叫虹桥花园。早上来的时候，它里面还可以吃早餐呢。好像是有人住，你看他们很像是在这边，还有咖啡点餐。对。这里下去了，哦，很特别的，如果能泊在这里多好。不是他的。对，是他们的地。顺着民宿走过来，有一个凉亭。有一个水车，哎，会动，那是真的水车，哎，不是假的，不是装饰品，
下不去了。稍微短。对啊。这里应该都是田的。哇！你上来看哦，上来看，这个都是沟渠，这整片上面都是水，这边都是水。所以水是从这里出来的，然后顺着这一个下来，然后顺着这沟渠往下走，然后到下面去灌溉，然后走过去那边是接到水车。蹲在这边好像时间停滞了，只有鱼在动，鱼动我不动。有没有像那个庄子跟惠施？